形容它车头像 RAV4， 车侧像 Sienna， 它那个肌理线条跟现在台湾卖的 New Sienna 几乎是一样。这个是做什么用的？这个是改包装。哦，八成的车主都会忘记这个东西。汽油。更多精彩内容锁定晚上10点《地球黄金线》。